真正是做啥物作用呢？较早。系啊，较早，你知影遮较早是啥物所在吗？来，你来坐这里。彪。嘿。问阿伯仔。是什么东西？趣味啊，因为我有听讲，遮以前是迄个飞林机的飞机场。哦，为那边那代，日本时代的飞机，日本人在台湾设立了非常多的糖部，还有很多的糖厂。那我觉得有兴趣的是，它有一个隐性的用途，就是说在制造蔗糖的过程中会产生糖蜜。那这个糖蜜它经过发酵，它可以发酵出分离出酒精来。那这些酒精就是乙醇，它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它可以混合着燃料，然后作为飞机飞行用的燃料。然后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有兴趣的是说，这个蔗糖产业它怎么样从农业，然后它又大量的被生产使用，转化为民生工业，那最后又转换为军事用途，这样子。老板讲。老板，这是我吹到袂歹的。袂歹，袂歹。下当提升做企业你真正无爱，用啊。你另外人去，我提。啊，我安尼，我都提去做作品哦。无要紧啊，你也需要提去啊。多谢你。老板，老板说送我做纪念。所以到最后作品的呈现，我想要呈现的就是这个农业到民生工业到军事用途的脉络。所以我现在就是就开始除了自己收集一些农具之外，也在麻豆地区就是收集一些农业相关的耕作器具，然后会将这些器具用翻模的形式应该用翻模的形式，然后用甘蔗渣来填充，所以最后它会呈现是一些甘蔗渣制作而成的农具啊。我最后会将这些农具再组装为一台战斗机，因为就是呼应到刚刚所说的蔗糖糖蜜分解出来的很多酒精可以作为混合燃料。在当时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南太平洋战争爆发，然后很多的油田在印尼都遭到美军的封锁，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作为一个备用替代的混合燃料。所以在总爷艺文中心将会有一个我的作品将会在厂长宿舍里呈现，然后就是大家会看到就是一台由甘蔗渣做的农具所拼凑出来的战斗机。那这台战斗机我是以一台有名的战斗机叫做紫电号为原型去制作。